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李，我是高帅李。你们说没看我们的果园，我们的果园就在这里啊！今天带你们看一下，这下面这一片啊，一共十多亩啊，一直到那边去，全部是我们的。等一下我们走近一点，你们看一下咱们家种的是啥果子、啥橘子啊？这就是金橘，这就是我们家的。看到没？一树的是啊，一棵树它结到有200斤这样子吧，甜吗？好不好吃？咱家橘子。好吃。这个一直下去全部都是啊，给你们看一下，金灿灿的，嗯。好吃，但是没有老板绕，因为最近不是有疫情嘛，很多水果它都出不去，是不是啊？你看啊，这么漂亮的橘子，你说我们橘子那么红，为什么没人要呢？没有老板收，这两天在到街上它卖不掉，没有老板来。那你还有多少斤？还有2万斤啊。2万斤。嗯。如果卖10块钱一斤的话，我马上我就开始变富有了。你是不是没睡醒啊？你怎么不说卖100块钱一斤？你就不希望咱家果子卖贵一点吗？你看，我要的你就给我，是不是？这个皮它有点油的啊，你如果不喜欢吃油的话呢，就把这个皮剥掉。这个皮也可以吃，但这里面的肉是金黄色的，你看这肉好舒服的这个，嗯，甜，酸，甜，太甜了。明天你过来把那个水呀、啊、把那个肥料给弄一下啊。嗯，要不你每天你在家里面你啥事也不干，万一等一下哪天有老板要了，价钱好的话，咱们把它卖了，然后就好得也是，对吧？嗯。你看，这费时又费力，这个必须要盖薄膜。做农就这一点，你不盖薄膜的话，它下雨的话打到那橘子上，那橘子就全部坏掉了。然后盖的这个薄膜上面还要圈一根钢筋，为啥呢？就是防止这个太阳太大了，它把那个树搞坏哦。今年我们不是要亏本了？亏本，先能卖掉就不亏，不卖掉就肯定是亏了。做农没那么好的，所以挺难的。那我们不要做农了，我们去城市里面打工，做点小生意嘛。去城里面打工做什么的？卖点衣服，卖点菜这种啊。摆地摊啊。啊。我估计人家卖菜的摆地摊都比我们做农的要赚的多。就带他们去看一下我们那个野生白菜，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种的那个野生白菜啊，自研的。这就是我们搭的铲啊，在这里面可以做饭、杀虫。然后下面那种是白菜，你看我们地里面好多白菜，这是小葱哦，看每个树下面都有白菜，看到没？然后扯一点回家煮。在农村啥好啊？空气好，无公害的青菜好，没喷农药的这种小白菜，有的还开花了的。看那白菜来了，拿回家去，等一下晚上吃，我还想吃这个。日子好冻，我叔，这好大，那你就是够我们吃了，是不是？那你拿回去嘛，拔去。两根拔去。这是土白菜啊。这就是红薯、地瓜，这个叶子炒起来是很有营养的。这个就是橙子啊，就是。那种小橙子，这个橙子它是剥了皮吃的啊，然后为了节省你们的时间，我直接吃啊。然后我们这个橙子好甜的，我跟你们说，
看好多水分，看。哎。啊！甜不甜？甜 ，beautiful， 好甜。辣椒都干死了，又不淋水。你淋啊！你每次叫你来果园，你好像要命一样，天天都在家里面。现在带你来果园，你知道的辛苦了吧？你穿个啥鞋子？还穿个毛毛拖出来？你这是要干嘛呢？啊？你还不做事？你要到什么时候才做事？让你们看一下我们这果园的大自然哦，这是最高处了，你看对面全是盖的薄膜的，因为我们这里全部都是种橘子的，因为以前橘子的价钱比较贵嘛。看，那对面就是我们隔壁村哦，看，跟你们转一圈哦，怎么样，美吗？还有这个小子太懒了，他一天就知道吃吃吃吃吃，啥活也不会干。你看我们地里面这白菜都是无公害的，看到没？这菜花开花了，你不要看它小是小，它好吃哦。还有这个，这个是野生的，这个叫我们这里叫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我们这里叫布冲，知道吧？你们看嘛，密密麻麻的，看，都是这些都是。全都是小虫，随便一拉你都吃不完，这都是无公害的，看是不是小虫。这个就是麻水橘啊，不知道你们吃过没，跟砂糖橘一样的，但是这个橘子的吃起来就有点清香，知道吧？其实这个麻水橘要比那个砂糖橘要好吃，甜不甜？甜。哎呦我的妈！像那么甜的果子，我一天我能吃一百多个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太好吃了！啊！两三百年前我们的村子就在这里啊，这还有一堵墙，其他的墙基本上也都倒了，就剩这一堵墙好一点了。这是房子哦，房子来的，你们看那还有大门的门柱，哎，这边全一片都是房子，都有两三百年了。然后不是这边太高了嘛，然后我们就搬到下面去了，就是也是我们以前的老村子。走吧，带你们到那边看一下，看大自然，满山遍野都是种橘子的。我们这里啊，你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家的橘子的反背哦，我们走到这边来拍的哦。这个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这个是夏橙哦，就是橙子，也是橙子，可以吃了的。现在这个看一下，你也摘一个嘛，摘一个我们回去了。漂亮吗？那个种橘子啊，其实说做农的话，如果它果子能卖掉的话，一年赚个十万八万是没问题，但如果你卖不掉的话呢，别说十万八万，可能你还要亏本。所以我想我做完几年我也不做了，然后我是这样子想的。然后我去我们市里面，我们桂林市啊，我想就像我侄子说的，我们去摆点地摊啊，卖点衣服啊，或者卖点水果啥的，然后每个星期的时候，星期五他放学了以后，我又接他上桂林，到桂林了，然后我卖菜，他就帮我卖一下菜，然后可以多赚一点他读书用的钱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朋友们，这期视频呢就先更新到这里了啊！感谢大家对小李跟小帅李的一路支持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下期再见，下期视频更精彩，拜拜。